李小璐疑似与小鲜肉同居。前段时间，李小璐和贾乃亮同时间现身海南，网友热议两人有望复合。可在近日，媒体拍到李小璐和闺蜜及一名小鲜肉开着兰博基尼一起看电影、逛超市，最后两人同回小区，第二日也未见现身，疑似共度良宵。鲜肉打扮类似 PG1， 看来李小璐审美未改，嫁给贾乃亮只是个意外。祝福小姐姐新恋情甜蜜哈。